大家好，有一段时间没去蹭饭的啊，今天去蹭个饭吃，拖家带口的去啊。今天那个洪总啊，帮他宰了一只羊啊，今天估计吃羊肉哦，羊汤，走。嗯，我们也体验一下啊，体验一下去蹭饭，拖家带口上车。即将来去，两位趁的不好意思啊，因为不好意思。哪儿都去了，去了，门都关了。这个村子弄得挺好的哈、啊，好讲究啊，这个村子。这几个人站在门口没来过，哇，这里面这么大，我有点不好意思进去啊，蹭饭蹭的把老婆孩子都带上。不好意思，这不好意思，真的是不好意思哦，脸皮都蹭厚了。好，家里好，二嫂，全部是二嫂的。二嫂亲自在下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同龄的老婆。二嫂，二嫂摇摇头。这是我想要的类型的女人。但是你在这里，我不敢说。不敢说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我们出去。越来越夸张，看。黑暗料理在那里啊，那个你读的重要部位的那个重要部位哦，唐燕你带回去，你回你的一个可以两个老婆比一下跟他的大，你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东西，这个你就回礼。所以那到底是什么呀，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还比一下、啊、还有尾巴羊欢。羊欢。你这饭蹭的吃了还要拿哈？你看一下，啊，你好意思吗？这就拿上去了。嗯，我看这个狗，像什么狗？像黑仔啊？不是，哪里像狗？我不敢过去。我也不敢，我怕它咬我。远远的看一下就可以。阿姨。哎呀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烤火的。哎呀，这个烤火的舒服。穿短袖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坐着坐着，舒服舒服。放在里面去。嗯嗯嗯。坐这里，安安静静的，别动哈，那边好暖和。有没有觉得很暖和？哎呀，搞得这个房间真舒服。哎呀，你好说，关门关门。看一下我们洪总霸气的豪宅啊，嚯、哦！来，给你干吃去。来，转啊，大姐，来，冰哥哥来，帽子脱了，来，来，你怎么把空调开起来？没空调，你下次送我一个空调吧。送我空调是吧？算了，下次这吃饭冷的要死了。哎呀，开吃开吃。看看。我这家人就是啊，酸梦，就光芥末跟渗透去拖珠子。他说的少个东西啊，这个正经东西一定要芥末啊。嗯。这个香东西的哈，从小就吃了，我们顶着用。这汤，汤精华。看你，有的你没毛。嗯，我这只没毛。没毛。有他也不介意。那个不能干嘛，然后我就问那么女的你们干嘛，哇塞，老二真的被带上道了，还是你一开始就吃吧，我小时候就会吃、为什么这种你又会吃、别的地方忙忙忙吃忙忙忙忙忙哈，红子啊随便一下，包子脱下再前面。